大家好，欢迎来到深蓝战情室，我是凌远山。而家嘅乌克兰战场到处都是好消息，哈尔科夫州崩溃嘅俄军未能扭转局面，溃败蔓延到咗卢甘州同埋克尔松州。喺涅伯河西岸，周二凌晨，配有西方大炮嘅机械化乌军步兵旅竟然参与咗收集人体嘅工作，喺某个道路附近嘅场地中转运咗俄军嘅200件货物。将死者存放库都堆唔咗，大家可能冇谂到呢个系已经准备投降嘅一群俄罗斯人，被另一群俄罗斯人杀死咗。乌克兰总统顾问兼主要发言人阿列斯托维奇披露，呢个俄军士兵同埋卡德罗夫嘅督战团喺哈尔松发生咗内讧，地点系喺距离前线相当远嘅后方。嗰度俄军确实有一部分打算投降啦，超过10,000名。他们即将进入战俘营，这部分俄军和乌克兰的谈判从周日就开始了。周二清晨又传来了消息，涅伯河左岸的俄罗斯人亦要投降了，具体位置位于涅伯河的左岸波季附近。俄罗斯人的投降谈判在涅伯河右岸举行，条件包括原封不动地投降，不破坏或炸毁弹药或车辆。这个消息是不约工作人员传出来的，虽然不是官方的，但是相关人员不敢传假消息，否则就等于对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真是谋杀未遂。与此同时，乌克兰南方新闻中心负责人胡梅纽克表示，俄罗斯人正试图周二何放低武器，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条款进行谈判。分析家指出，弹药用完可能是放低武器的原因之一，这个表明可能是一部分作战单位参与了谈判。他们提醒说，哈尔松战场没有单一的指挥部，普京的私人国民警卫队、空降兵部队、俄罗斯海军步兵、俄罗斯正规军、亲俄民兵都有各自的指挥系统。亦有分析家认为，在哈尔科夫大反攻中有不少俄军部队和乌军谈判，要求放低武器安全离开，有的仲主动告知部下的雷区，乌军每次都爽快地答应了。可能是哈尔松的俄军由此受到启发，亦想在国际人道主义的规则下找出一条生路。面对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溃败，普京开启了忧郁模式，退居别墅，边个都不见。雪上加霜的是，普京发动的对西方的能源战准备到寒冷的冬季就遭遇了不堪的失败，而此时却传出了俄联邦国民警卫队封锁莫斯科环路的消息。与历史上的几个未遂政变相似度极高，不禁让人浮想联翩。面对乌军的进攻，俄罗斯已经下令从奥斯基尔河以西的哈尔科夫州全境撤军。自9月7日以来，乌克兰已经夺回了至少6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周二，英国国防部情报称，上周从哈尔科夫州撤出的俄军部队中，有一部分隶属于西部军区的第一近卫坦克军。在入侵的最初阶段，第一近卫坦克军就遭受了严重伤亡，直到乌军在哈尔科夫反攻前还没有完全重组。该坦克军曾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军队之一，普京用它保卫莫斯科，打算在与北约发生战争时领导反击。随着第一近卫坦克军和其他西部军区部队的严重退化，普京留住要对抗北约的常规部队已经被严重削弱了，俄罗斯需要多年才能重建军事能力。还有乌克兰和西方情报部门报告说，俄罗斯军事指挥部最近没有向乌克兰部署任何额外的营级战术小组，似乎已暂停所有进一步的战斗部署。如果普京还有可用的部队增援，却停止向在乌国挣扎的部队派遣援军，这说明普京及其军事高层判断目前俄军的溃败在任何增援都于事无补的状况。而另一种情况是，普京连最精锐的坦克军都失去了，很难说还有多少像样的常规部队能够增援。正如俄国军事博主基尔金一直强调的感恩，俄军最缺乏的是步兵。另外，美杜莎新闻援引接近俄国总统府的消息来源称，
由于俄军的惨败，吞并俄国领土的全民公投再次被无限期地推迟。俄罗斯流向欧洲的天然气已经减少到入侵前的大约五分之一。九月初，普京表示，除非西方取消对莫斯科的制裁，否则他将无限期地关闭流向德国的北溪一号。但在上周，德国已经宣布完全停用俄罗斯天然气。高盛集团表示，欧洲不单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没有俄罗斯天然气如何面对冬天的难题，而且天然气价格可能会下降一半以上。而另一边，当俄军在哈尔科夫溃败之际，俄罗斯国家财政急剧恶化的消息更让普京揪心。周日，英国金融时报称，俄国2022年的预算盈余几乎消失殆尽，因为8月份能源出口急剧下降，导致月度赤字高达3600亿卢布，相当于59亿美元。在今年前7个月，俄国财政有5000亿卢布的盈余，但8月的累计总额下降到只有1370亿卢布，这就表明8月份出现了巨大赤字。经济学家归因于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大幅下降，这一系列的坏消息让普京只想离群索居一段时间，眼不见心不烦嘛。莫斯科时报称，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已经两度更换俄军指挥官的普京对他索契豪宅取消了与国防部领导层和国防工业代表的会议，不想再看到他们的将军们。对此，黑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出来打圆场，说已经从六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吸取了经验，值得讨论，所以这次会议是必要的，只是因日程安排不得不推迟。但他没说会议将推迟到何时召开。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哲学家斯马特发推文说，他朋友告诉他，莫斯科环城公路被国民警卫队关闭了，这是自1991年政变以来还没有见过的事情，但也不是全部关闭。从克里姆林宫到奥金左翼区的普京官邸、新奥加廖翼的道路，在西南方向的那条似乎是开放的。在俄罗斯的未遂政变史上，1957年和1964年分别是发生在哈鲁晓夫休假期间，以及1991年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福罗斯的别墅度假时。2022年普京在索契，也许他反对者认为现在是清罪的好时机。乌克兰在东部哈尔科夫州取得胜利后，俄军未能形成新的防御前线，从库贝扬斯克撤退几小时后，就命令部队转移到卢甘州的斯亚托沃。几个小时后，这条命令亦取消了。从那时起，俄军就开始从卢甘州的北部积极撤离，连2014年攻占的土地都不要了。卢甘斯克州的北部亦就是不顿涅茨河的北岸，那里有一望无垠的公墓和向日葵。在这一带，俄罗斯在军事上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在交通重镇斯亚托夫建立防御线，但是莫斯科的通知溃败到这里的俄军撤回国内。乌克兰消息人士称，截至周一，所有俄军都已经离开了斯亚托夫，只有未接到通知的亲俄民兵还在这里。周一，乌克兰的摩托化部队、先遣队以及破坏和侦察小组绕过了斯亚托夫，推进到了斯坦罗比尔斯克以东，有些已经逼近俄罗斯边境。可以假定在未来几日，将有斯亚托夫、斯塔罗比尔斯克和卢甘州北部定居点被收复的官方报告。如果斯塔罗比尔斯克震冧了，卢甘州的北部亦会冧低，乌克兰就回到了该地区2014年的边界。周一的社交媒体镜头显示，卢甘斯克市北部的沙斯蒂亚和斯坦尼西亚卢甘斯克附近，汽车排成一列，绵延几公里等待撤离。如果本州军能将这一带收复，就等于首次收复了一部分1991年划定的国土。根据最新消息，乌克兰打算用警力协助乌克兰军队清除北卢甘州无法撤退、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或刚进迷路的俄军残余人员。据估算，这些人的数量可能在4至6000人之间。
随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可能会在斯塔罗比尔沙派出一支领土防御部队，乌克兰的大部队或许会挥师南下围攻卢甘斯克市区。如果卢甘斯克市被解放，卢甘州的西部将被有效地切断。如果乌克兰军队进一步向南推进，则能从多个方向威胁顿涅茨克市。这个亦是乌克兰收复亚速海沿岸和梅利托波尔的时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的黑石大桥都会在乌军的瞄准之中。看来看去，最近的战果和前景一切都几咁令人振奋和鼓舞。